你干嘛呀你？小凡，叔叔跟你说，我没有什么麻子，我这两天没有什么阳气，刚才我看你手机了。哎呀，你大夫瞧不起你，我大夫屋里挺忙了，跟咱们好好的，我对你好好的，行吗？伟贤，你别去！别说了，你再说，我就真不敢去了。 就交给你了。不对呀，你俩咋进来的？演习结束了，演习什么演习？广电的消防演习，已经结束了。演习，你们不说一声？给你说那还叫演习吗？